大狗这么快就来了，哈哈。妈的，小事能咋？蛮懒的，就是他没给你。哦，林峰，你这样管理的，他那狗怎么还能看进去啊？把牛赶进去，赶进去看牛。走，去。去。三个人都赶不进去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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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数头数，差不多一锅端。都下了两个。嗯，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。嗯，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大的牛蛋呢？啊，九头，差不多九大牛蛋哈。啊，九大还得比得，要要还得比，现金就28块钱哦，小姐，算半点100块钱，半点哦，半点哦，半点哦啊，嗯，半点一，是吧？半，就是。100.1，加300，加300，差不多，加300，加你一磅的块钱，啊，一头牛，差不多，算两个，总共哪加了300嘛，就总共加了1磅，好吧？算两个六，总共的话就一加了一磅，一个大嘴，标准马力，那顶到个马力，好，你们拿什么？16.6的，不能，16.6，快。高度、长度都行。这个狗还在的。长。条子可以。已经挑了四头哦。六头啊，挑了六头。小龙姐，你几点的？赶紧涨了点，300块钱是吧？再涨个小把的一个300个，要连两刷过600是吧？所以一个300个200。啊，嗯，这老板豪横啊！一下挑了几头啊？几头？8头。七八头吗？六。两头、四头、五的、六头、八头，八头牛，挑了8头牛，这钱是进了哈，过下手而已。嗯，过下手，过下手而已。这个牛啊，今天算是彻底，基本上都卖完了哈，该卖的卖了，不该卖的都留下来了哈。总共是卖了9头，多少钱？86000块钱。86000块钱啊！有钱还债了。有钱还债了。哦，首先这个，先给个6万给石头哈，剩下的一点就我们自己留着做一个备用资金吧哈。啊，这个牛的话呢，卖了9头，还有个4头小牛哈，还有5头小牛啊，啊加旁头，啊还有5头牛仔没卖。然后今年估计还有一个10来头要生，只要这个牛不出问题的话呢，哈，下半年又有10来头哈，生出来明年这个时候又可以走一批，嗯，对头。如果猪展能开来了啊，我们就好的淘啊，好的进一点，淘汰的给淘汰了哈。如果说要一直要养着明年的话呢，或者今年下半年去育肥啊之类的，没时间哈。再说一个，你要钱忙里啊，饲料钱。来，再加上一个草钱，草料钱，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场地啊、哦！你看现在这今年、去年哦，种车前草啊，搞得哪都放不了，是吧？放的少，没有这个草原了，是吧？哈，牛太多了，把人家田给踩坏了，更会说是吧？反正价格也差不多啊，别的没啥，嗯，嘿，好呀，啊，还账还钱，走。